嗨，Hi, 你好，我是刘奶爸。我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退伍，经历了新一房屋的业务员，还有 Toyota 汽车的销售员，然后再到网络工程师，还有网页设计师，逐渐走入网络行销的领域。于是，在二零零三年的时候，展开网络创业。那个时候是我第一个小孩出生，所以我在网络上写布洛格“刘奶爸”的网络创业私密日记。后来“刘奶爸”这个外号就一直跟着我。 那时候我在二零零三年创业，是经销伺服器的软硬体产品，并且接案设计网站。那时候没有 Google 的表单，也没有 Google 的那么多众多的免费应用服务，所以我们都必须自己架设网站。那做网络行销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在网络上得到客户的资料。客户如果在网站上填写他的公司名称或是他的名字，然后留下他的电子邮件和电话，我们就可以循着电话打给他。 并且跟他介绍商品，因为这些都是精准的客户名单，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，所以才会主动填表询价。所以呢，每一封询价单、询价单都会寄到我的电子邮件的信箱。那我们就会跟着电子邮件信箱上面的资料跟客户联系，并且到客户那边去做做简报。那在网络行销公开班方面，是我在二零一零年的年底才开始展开的。那 左上角这张图呢，就是我这十年创业的产品邮件的伺服器，那也上过 IT Home 的杂志报道。那右上角呢，是在二零一零年初的时候，我接受吴若权大哥的一个电台的采访，去分享网络创业的经验。那在二零一零年的年底呢，我开始了网络行销的公开班。下面这一张图就是网站架设的课程。那我在上的课程呢，就是实做怎么样建制自己的网站，怎么样建制自己的部落格。 后来呢，叶松宏老师呢是一个网络行销的名师，那他也介绍我到青创总会去上网络行销班的电子报实做的课程。那在去年底的时候，我就开设了网络行销的总裁家教班。那我最大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认识更高端的人脉。那这些总裁家教班的学员呢，有一位林有田博士。 他是亚洲培训界的常青树，三十三年来培训演讲经验超过七千五百场以上。他被誉为亚洲的乔吉拉德，培训的业务战将超过了一千万人。接着呢，我又去上了吴正红顾问的课。那吴正红顾问呢，他是他曾经是旺旺集团、阿寿皮鞋、灿坤三 C 等多家知名企业的气管顾问。那我上他的《经营者修炼》的课，收获非常的多。那吴顾问也非常好学。 他也跟我一起学网络行销，所以我在那我在帮吴顾问做网络行销的实作，也也帮他建制他的网站、他的部落格，还有他的粉丝团。接着呢，吴顾问又帮我介绍张曼林老师。那张曼林老师，他是一位作家，也是一位讲师、智商师和生命教练。他代理美国的 PDP，是大中华区的总代表。他的客户包含了 Friday 餐厅、屈臣氏、花旗银行，还有飞利浦等知名企业。 他同时有著作了十本书，那大家应该都听过人格特质分析，有分为老虎、孔雀、无尾熊、猫头鹰和变色龙这五种动物代表五种人格特性。这五种动物的创办，而这发这个创、這個、办和发明就是张曼妮老师在二十多年前带入带进台湾的。那这十年的创业经验里面呢，让我发现这个时代变动非常的快，产品的竞争力一直在下滑。 所以我必须不断的找寻新的客户，开发新的产品，还有做好售后服务，才能够让自己维持稳定的收入。不过这让我对未来产生了恐惧，因为我不想要一辈子都在为了钱工作。所以我朝向被动收入的方向去努力。我经营部落格，开发数位教材，贩售自己的数位商品。那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我第一次卖教学光碟，成绩还不错。 不论是开课或者是教学、卖书位教材，对学生的帮助其实还是有限。所以我想，不如直接复制我的方法给每一个学生，让大家边做边学，更快速的成功，而且能够大家一起成功。这是我想做的事。毕竟学习那么多的网络行销技术，还不如实际作战，直接验收成效。所以我开始寻找商机，培养组织。最后我发现整合的力量。 我不培养自己的竞争者，而是培养互相合作的团队伙伴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介绍的重点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掌握商机，朝向人生理想目标迈进。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什么是理想目标？人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？理想目标在我心中的定义就是达成你心中人生的最终理想，并且要利益众生。例如，我要成为最成功的爸爸。 父亲，并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，让每一个父亲都能够正确的教育小孩，培养孩子的正确价值观，让社会不要再出现像李宗瑞这样子的事件。由于这个理想目标，他并不会因为金钱的诱惑而有所改变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人生的最终理想目标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四大面向，从个人做起，然后经营你的家庭，再到你的社团、你的公司，这是属于你的群体。 然后再推及到全人类，我们对全人类都有贡献，我们就是在做一件善事，因为我们的贡献最终是为了利益众生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如果我们把全人类的好处都拿来中饱私囊，归于自己所有，那你就是在做一件坏事。我们人都把金钱当做唯一的目标，或者是最终的理想目标，那就会变得非常可怕。 因为一旦你有了钱，你会忘记你的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。所以，金钱它只是阶段性的目标，我们不要因此而迷失了自己人生的理想。搞清楚了人生的理想目标之后，我们就不会为了赚钱而迷失了方向。社会上有很多家庭，长辈过世之后，子孙忙着争产、争产、争财产、争家产，兄弟戏强，家庭失和。 这都是因为没有搞清楚人生的理想目标，错把金钱当成人生唯一的追逐标的所造成的后果。有了正确的价值观，不再被金钱奴役，我们开始切入今天的主题：要怎么样才能够达成永续收入？我们每个人最好都要有两把刷子，在上班工作有做有收入，没做没有收入，这是属于主动型的收入。过去的年代，爸爸妈妈终其一生工作，为的是领到退休金，安享晚年。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公司靠不住，退休金必须要靠自己，而不是靠公司来发给你。如果你没有多重的收入管道，生活将产生危机。如果你只有一项专长，那请你赶快培养第二专长。如果你只有一份收入，那赶快为自己搭建水管，让钱自动流进来，建立你自己的持续性被动收入。网络行销它只是一种工具，学习网络行销就好像在学英文，那只是一种帮助本业发展的工具。 基础知识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开拓战场，实际演练。如果没有自己的战场，学习再多的行销知识，也只能帮别人卖东西，帮别人做行销，永远在赚主动的收入，而不是搭建自己的水管。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产品，组织自己的团队，企业化的管理和经营，然后让钱自己流进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网络行销的流程可以很简单。 首先，你必须去创造流量，然后有截取 email 的名单页，再发送给潜在客户电子报的有用资讯，去建立信任的关系，最后才是销售客户需求的商品。这五个步骤必须循序渐进，而且必须重复的去做，你的客户量才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现在，请您填写以下的表单哦。 我们将提供您这些资讯与这些工具的应用方法。